这礼拜呢，运势只有一颗星呢，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生肖属蛇、属鸡、属牛的朋友，运势呢反复无常哦，让你感觉动荡不安，很多事情呢都要重复做个好几百遍，会有事倍功半的现象。所以呢，保持耐心、积极以及努力呢，是你这礼拜的功课，千万不要失去信心。